以一本书作为参考的话，假设封面为第一页啊，第一页，然后第二页为空白，第三页是 smart ceiling， 然后第四页为空白，然后前四页都不显示页数，从第五页开始，然后都是正反面都有内容，第五页、第六页、第七页、第八页、第九页，然后这样子一直下去，一直下去，然后二十六、二十七、二十八、二十九，然后第三十页、三十一页就是封面的背面，我们这里面应该有一个，这里面应该有那个 pocket， 这样子的话我们可以放东西进去，然后就是背面这一页，这样子，然后这边的图片应该是到这个页数的头顶头，这边不应该有空隙，不应该有这个 margin， 其他的有包括这边所有的这些图片都应该是把头的，那它是不是应该这么讲？没有 margin， 对， no、margin 这边都应该是没有 margin 的，这两边都是应该没有 margin 的，所以麻烦你再参考一下 Jean， 就先这样咯。